你叫什么？凡哥。哎，等一下，你看这边的鸽子怎么这么肥？这边这么漂亮。哦，这只怎么这么肥？天哪，它是不是吃太好？哦，这只很肥呢。为什么这只比那只更肥？这只养的有这么的好哦？吃香蕉长大的，我觉得是呢。今天啊，目标啊，初始台地给他 get over 了，也不能说 get over， 给他全部完结，看戏吗？你以为真的能够看戏吗？我是不这么认为啦。上一次已经知道说阿元啊才会跟我们那搞事，把阿元收起来就不会歪了，是不？已经是确定的事情啦，不要找借口。这才不是借口呢，这是战略。到时候就怪遥感，哎，今天不能怪遥感了。今天的手把是不漂移的那一只，没有漂移了，我不能拿漂移当借口。打到他漂移吗？应该是不会啦。你知道吗？在初始台地里面最容易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概对。这怎么看都是一概对呀、啊！在初始台地哈，遇到人的第一件事情，你必须先怀疑他绝对是假的。哎呀，那边那个家伙，他感觉挺友善的、啊。哎呦，你也在执行任务吧？如果你在找我们一概队的宿敌林克的话，那就去别的地方找吧。而且你传成这副模样在附近闲逛，对我们来说很困扰呢。我们可是特地乔装这么的完美。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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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我错。没事啊，算了，既然他都觉得说哈没差了，那好吧，来吧。而且刚好现在在下雨，现在这把武器超强，88。哎呀，你的体格非常的好呢，看起来也有在使用剑还有弓的经验呢。我想你一定啊能够融会贯通土遁术呢。嗯，如果不嫌弃的话，要不要加入我们一概的？这么直接啊？哇哦！他直接说要不要加入我们一概队呢？我的天啊！算了，既然你不知道，那我就告诉你吧。正所谓的一概队，就是由被你打败的可盖大人所率领的，为了打倒可恨勇者的战斗集团。啊！到可盖大人身边去吧。哎，这个很直球面对呢，有直球面对的就。抱歉，怎么这么快？我觉得那个 BGM 都还没到最高潮的点就直接结束了，讲的话讲那么久。对呀、啊，他很热心的要跟我们介绍一概队呢，难得你可以看到手剑会跟你介绍一概队的，马上不见，可怜呢。打不过就加入，对哦，可以这样哦。有 buff 的时候再搞，我也觉得是一个不小心抽个两下就没了。抱歉啊，这个佐料枪好像有点过于强了，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说认真的。那你要加入一概队吗？没有啊，我的血脉啊已经是那个一概队的血缘啊，这个不用加入不加入的问题。我好像听到了些什么声音。哎呀，为什么人影刚出来我就不见了？这个佐拉的枪这个 buff 有这么强吗？抱歉哎，打败的速度有点太快了。好啦，这个地方就是我要下去的那个点吧，初始台地北部的深雪，它就在水池里面啊。哦，把酒滴在家啦。说到这个啊，我刚刚不是又讲了一个台语嘛，这几天啊，因为我在那个上字幕啊，给 AI 稍微上一点字幕啊，然后呢它居然可以听得懂我讲台语的东西耶，我真的是好傻眼哦。哎呦 AI， 你居然可以听得懂我在讲，哎，What the？ 哎，我在不能讲个事情哇，我的妖精哎，我妖精剩几只？刚刚那最后一只吗？哎，没了呢，没有保险了呢。直播间太可爱，气死我了！竟然还有妖精，什么竟然还有妖精会失望？可恶，上精华了。哎，真的是不行哎，等一下就要翻了吗？哦，慢慢等吧。以为说能翻就能翻吗？想太多，想太多。这是要怎样？要我们要玩平衡木啊？这可以吗？那下面都冰水呢，有没有什么可以制造的东西？这我过去会有问题耶，这个下去是会冷死的呢。用冰块卡住，你们怎么都这么聪明？喂，哎，啊哈，很好很好，有机会有机会，我觉得可能需要在一块啊。哎，不是不是不是，哎不是，哎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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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在水里面？不对，不对，这不对啊！啊，不对，我的石头！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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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冷死，会冷死，会冷死，会冷死！先上岸！不行，不行，不行，先上岸，先上岸！哇、哦，
我觉得刚刚的冰块绝对不是个好主意啊，应该还有其他的办法。不能犯蠢，不能犯傻。木头永远是我们最好的伙伴，又大又粗又长啊，这种东西啊，绝对是我们的好伙伴。你说要用浮游石吗？不要啊，你解一个雅哈哈，花一个那个浮游石，它的价值会比那个一个雅哈哈还高吧？你要拿一个比较高价的东西去解个雅哈哈，我觉得不值啊。机车的那个运送雅哈哈，我倒觉得值得。为什么？因为那个机车雅哈哈真的是不想要解啊。这样过得去吗？好了，一 K， 哈哈啊啊！我是不是翻错边？我应该翻另外一边，对不对？可以，哈哈！我把这个运来这里啦。好啦，这个地方啊，再怎么样木头都不会飘走吧？这样可以了吧 ？Yes。好了，这个机车呀，哈哈，我也解完了。好，接下来，不是，那个我的车子为什么会掉了？我想说这些车子还可以拿来用啊，我就不只是把它放在这里。天哪，才去杀手？不是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会破掉的问题啊。已报废？不是吧？真的是哈，人算不如天算啊。哦，这里我要小心啊。是不是我不能再犯跟刚刚一样的错啦？哈哈，这次平安降落了吧？当个翻车的主播，老实说，我成为这个载具杀手跟翻车主播这件事情是完全是我预料之外的事情啊！哎呦，这边有这么多的载具可以让我制作，我怎么能不做个飞行器呢？这个是天命嘛，对不对？我一定要找到那种哈，哦，绝对可以让我飞下去的位置，说不定还有那个空中的石头要我做，是不是？我觉得体内下面啊，重力什么的一定都可以平均，它一定有办法可以有一个完美的粘贴方式。好啦，目标在这里啊，它其实是叫我建矿车，是不是？你看这边都有一个矿车轨道啦，一定要建矿车啊，我可以不要嘛？好，不要。嘿嘿嘿，我都已经建好了，看看啊，我这样子做的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哈，跟我预想的一样啊？哦，有机会！我觉得有机会了，把握住我的那个平衡就可以了。我相信我可以，我只是差平衡的问题。真翻车吗？还没飞起来都不算翻车。加油啊！靠我自己 ！Go！ 哟，有机会！我们要先解决一个那个重量。加油！我们少了一个重量，我们现在可以，很可以。加油！为什么我总觉得我好像在地板上磨啊？哦，是不是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只是它好像在下降，不是应该在往上吗？可以！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坐矿车好像比较快一点点？哎呦，好像坐到别！走路都比较快，真的好像走路比较快，真的呢，走路好像比较快呢。那我刚刚在累什么？抱歉，还是用走的好了啊！林科的两只脚啊，一定练得又粗又壮，全部靠走路。可恶，再见！我真的觉得我的载具技术真的是有够差，载具界的柯南到哪都会出事。天哪，阿嬷走路都比林科飞的还快，我觉得是。要先装哪里呢？我觉得装右下角好了，让他斜斜的看我。Yes， 好啦，真的杨哥。啊，这边是觉醒神庙，对不对？说到觉醒神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记得这边好像有传说中的异盖队的基地，我上次好像没有晃进来，印象中我是没看到，但是好像有人说有呢。哦，这里啊，我这边真的不知道呢。既然是异盖队基地，我们要先换个衣服，对不对？我们要效忠我们啊，对可盖大人的真诚，大剑相救。喂。不要穿成那样接近香蕉，要是被林克发现这是陷阱该怎么办呢、啊？快滚！喂，那是用来抓林克的陷阱啊！你上钩是没有意义的。想要那个香蕉就去吃自己的。好啦，来啦，我们来正面面对了吧。反正他们怎么样都打不过我们。林克大人啊，没想到你这么简单就上当了呢！为可盖大人报仇！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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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啊，就这样啊！然后咧，是我的 buff 太强了，是不是？我真心觉得哈，意义不大呢。然后就结束。对呀，我们的目标在这里，做
坐等翻车吗？哈，想得美。现在的我跟之前的我已经不是同一个我了，因为电池会不见，所以呢，聪明的我呢，决定先把电池摆在最上面，我们要能用的东西全部用上。然后前面不够重，我们就加一点重量。可以，他们既然都给我们了这么多东西，我们能不用吗？放这边设计师的人觉得好可惜啊，你看那些零件在这边哭泣哭泣的，能用上的当然一定要用上啊。我真的觉得这台车不错啊，这么重。可以啦，我们可是有火箭推进器的呢！有啦，我们要准备起飞啦！我好期待啊，到底会发生啥事呢？你说重爆的什么的哈？你们几个哈，想清楚哈，我们这里可是有五个螺旋桨的啊！走啦 ，Go， 管他的！是不是？哎呀，从没这么稳过！你们说说哪里？哪里不稳妥？超稳妥，好不？哇塞！我的天哪，这个耗电量，我的天！哎呀，要我喷车没这么容易好吗？难得啊，难得啊！像我说什么宅绿沙的，我可以洗刷我的污名了，我还是很猛的啊！就说我是会成长的嘛啊！这不科学。不会吧，这不是我认识的你。没翻车就好像是中乐透一样开心，这样怎么可能会有精华呢？这不好说呢。转为技术台，不，这不可能，技术台我可以100%保证不可能。哎呀，不会翻啦，是不是？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呢，是不？你看现在2又1/4颗血、啊、可以了。怎么没有死呢？是不是呢？我就说我的技术其实也是不错的嘛。真的是你们大家都这么想看我翻车哦，没那么容易好吗？可遇不可求，要真的能够翻哦，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都知道怎么翻哦，都知道怎么翻了、啊，这怎么可能？话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不能盾翻啊？哦，哇塞，这边有个自爆兵哎！我天哪，不是我。我刚是不是应该先吃的？我还在那边叫他说：“哇靠，那边有个自爆兵，还会自己吓到的。”停，走吧，我们要去装上最后一颗眼睛啦！不会吧，不会！嘿嘿嘿嘿嘿嘿嘿！想要我再摔一次，不可能啊！哦，好李家仔，没事没事啊！哎呦，这边还有免费矿车啊！这不是很明白了吗？我们都看到了这个东西，不给它装个怎么行？哦，这旁边还有火箭啊，一个火箭不够，我们可以拿四个啊，对不对？刚刚我也说过啦，摆在上面的器具是不是都在等我们哦？都等在那边默默的等待玩家会过来这边帮他们装个什么东西的。哎，没有被装上去，他们会很伤心难过的哦。装这里 ，OK， 我们接下来要装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哎，这车上已经有车灯了耶，一个车灯不够啊，后面还有个车灯，我们再去装个车灯。车速会太快吗？现在的这个心情呢，是不是阿姆斯壮要第一次登月的时候的那种心情啊？我们要以那个超高时速要登上月球。好了，来了，到底会以什么方式翻车？应该是不会翻吧？啊，我好期待哦！哎 ，Go Go！ 哇，失望啊！他的翻车的样子好奇怪啊！他也不算翻吧？他确实是翻了。我总有种失望的感觉，为什么总觉得他翻的没有想象中的漂亮呢？耶、可以，想说要快一点哦，然后装火箭，结果就翻车。不是啊，翻的方式跟我想的不一样哎，我想说可以直接直直冲出去，可惜了。哎，到站了。哦，这边还有一台矿车啊，可以再让我再坐一台矿车。哎，刚刚那台翻过来比较好了。哈、哦，旁边有火箭，是不是还是要给它装上？是个火箭呢、欸。糟糕，我有坏主意了。这一次我觉得学聪明了，我们必须要牢牢的靠在铁轨上，对不对？我们必须要做一点不一样的碾法。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哈哈哈！哇，第一次造这种完美的车子，看起来真的是帅。我们到底能不能就这样子顺着这条铁轨直接到达终点啊？前面这两个火箭啊，它就是稳稳的压在铁轨上面，后面的火箭啊，就是助推进力，而且还有两个风车，还有两颗电池，应该是没有问题咯。来啦 ，Go， 冲啊，靠腰！还没出去就翻了，
可恶，真的是他不能按照我的方式走哎。哎呀，算了啦，他不希望我用这种方式解，难道我觉得我解的不错啊？好了，没关系了，我们只能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按照他给的路线走。算了。哎呀，我们就这样子到了中央大废矿。哎，到了，我们到。哎呀，这台车也真的是陪我们一路走下来，也是辛苦了。好了啊，我们历经了两个小时，我们终于把眼睛收起了。来，眼睛，咚。哦，眼睛发光了！感谢你恢复了寄宿于我灵魂的四颗眼睛啊！我被夺取了四个眼睛，遭受到封印啊！一直等待能听见我声音的人来达成我的请求呢。哎，我就依照约定赐予你等价的回报吧。你要给我什么？可以啦，星之容器，翻车容器吗？哎呀！